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了408人解除隔离。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确诊的案例哈。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了408人解除隔离。好，那昨天是有滞留马尔蒂夫与斯里兰卡的国人有回来。那昨天下午到了，那我们就有五位的旅客到检疫站执行身体评估及检疫措施。那有一名旅客头晕的状况，其他四名没有。好，那该五名我们都就地采检，那结果都是阴性。